HP7260 安裝連續公物系統嘅示範。首先熄咗部機先，晾高部機，因為啲物盒開咗窿，有機會流落嚟，晾高少少，開咗閘，開曬呢啲位，照跟顏色擺翻落去，小心啲，啲墨水滿瀉流落嚟。咪塞咗個嘴上去，逐個做，慢慢嚟。黃色，淺藍，唔好搞錯個位置。淺紅呢、這個，再落去，呢個紅色，咁啊，物位呢度全部齊曬啦，咁應該冇問題嘅呢度，可以放翻落嚟，呢個駁好曬。到外邊個外置咗，個外置咗就記住開個細孔，呢度有啲膠出，個六個膠出都擺曬落去，擺喺氣孔出。因為部機會抽氣和出氣出來，塞住它，六個濾氣孔都要塞住，那落了膠出它就 fit 死了。這裡齊全，記住旁邊這裡有一個那個密夾，密到那個氣喉夾，記住要開，那就完成了。那就可以閂埋測試㗎啦，開機。咁洗一洗頭，你見到啲墨水會喐嘅，正常。洗緊頭啦，咁洗個頭，你睇下啲墨水喐嘅情況。係，見唔見到？扯咗啲氣出嚟啦，而家扯啲墨出嚟先。即係佢真金泵翻啲物入去嘅，嗱，而家扯翻入去啦，嗱，六隻色齊曬，扯咗入去啦，咁啊完成噶啦，綠色個 HP02 物盒連續公物系統，咁啊完成咗啦。如果你想開蓋測試嚟睇，好有一個簡單嘅方法，只要預備一個個膠嘅棘位，開咗部機，跟住揾依個位熄住咗，咁佢正常當冚住個蓋㗎啦。
家正常咁樣用。如果咁樣嘅話，就等於刪咗蓋，咁依六隻色就齊全曬，冇問題啦。一張紙測試頁都出緊嚟，只需而家只需六分鐘，我嗰啲安裝曬所有嘅嘢啦，測試埋頁出埋嚟添，咁測試表出咗，冇問題啦。記住六隻色都一定要出曬嘅，呢度六個喉管駁好曬噶啦，多謝。